图览新闻，国际社会对政变反应不一，缅甸军方有恃无恐。河岛电视 HOTV 综合报道，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3月3日继续对抗议者开枪，打死至少38人。这是在军方2月28日血腥镇压抗议军事政变的民众，并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后发生的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缅甸军方认定国际社会在缅甸政变问题上不会有一致立场，所以才会有恃无恐。随着抗议者的继续集结，军方再次发出威胁，外界担心缅甸局势会进一步恶化。不顾国际谴责，缅甸军方继续射杀示威者。不顾星期天的血腥镇压，缅甸抗议者星期三重聚街头，继续抗议，要求结束军事统治。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向全国各地重新聚集的抗议人群开枪，造成至少38人死亡，成为2月1日政变以来最血腥的一天。仰光的政治评论家青佐温 Kings of Win 告诉美国之音，尽管军方动用催泪弹、高压水枪甚至直接开枪射击，但是血腥镇压止不住缅甸人的抗议决心。他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，当然开枪时他们会跑开，但是他们会重新聚集继续抗议，他们对政变的厌恶超过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。他说，缅甸的年轻人组成了先锋队保护抗议民众，他们头戴坚硬的头盔，身穿自制的盔甲，手持盾牌走在最前沿，他们还戴着手套，以便可以捡起催泪弹向军警扔回去。星期四，缅甸民众不畏暴力镇压，继续上街游行抗议军方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。事实上，自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以来，缅甸民众的抗议一直不断，在全国各地城镇，成千上万民众涌上街头。与此同时，医生、教师和其他公务员罢工，以抗议政变。美国和西方制裁缅甸，但力有不逮。自军事政变以来，美国和西方的谴责最为严厉。到目前为止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和欧盟都已经采取了制裁措施，德国和新西兰也暂停了资金援助。美国商务部3月4日宣布对缅甸政府进行贸易制裁，对象包括缅甸国防部、内政部以及两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企业，缅甸经纪公司与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。此前，拜登总统签署了行政令，宣布对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等缅甸军方高级将领实施制裁，并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。分析人士说，缅甸领导人之所以一意孤行，从发动军事政变到现在对抗议者实施暴力，是因为缅甸军方领导人知道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他们的制裁有限。播报完毕，不一样的电视台，河岛电视 HOTV， 谢谢收看。